出摊了，出摊了，没多少菜。老爸和姐姐在吃早餐，鸡肉卷儿。现在菜不多了，就这么点菜。西红柿到最后也不是特别好看的，今天的辣椒特别漂亮哦。别人买的辣椒又忘记拿了，不知道一会儿回不回来。啊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个要。哎。那比你好多好些，这个。哎，那好好好远好远。他发很多的信息，我正在看手机。好的，好的，回家。那个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哪个？你还不是阿七哥？你。这个咋了？啊，这个这个好像是哪子？这不是哪子？有个哪子？反正不是哪子。哪子没？十四号。哎呦，我这边非常不会，有的话我给你给你听喂，对吧？哦，也听，哈哈哈哈，好舒服的，好舒服的，哈哈哈哈。快把这关了，快快。金线儿怎么了？好多泥巴，擦一下。这个，不然太脏了会被嫌弃的。不擦干净，不发光，没有光泽就没有卖相。哪个凉快啊？新鲜哪个凉快？不是这样。擦了，它没擦了，你看，完全两个色度，这个亮亮的发光反光，这个就没那么发光了，土色的，暗暗的看着就不好看。凉快，凉快，今儿拿的好乖，有乖有好吃。哦，辣椒不是皮子好，皮子好薄啊！哟，就是面渣子，面渣子了，就是面筋。我好，五斤嘞。对，五斤的，五斤。五斤啊！吃了。辣子凉快啊，鲜辣子。辣子两块，全块两块。哎呀，两块不两块，只有两块。只两块，十块，十块会不？哇，十块没事，两块好好扔，好东西买。今天两块钱。十块钱呀？十块会不？不说妈妈，确实两块。我要确认一下好些。辣子两块，新鲜好些的辣子。一点热气都没有，他是的呀，两块五，一斤。好，辣子要不要？辣子要两块。辣子两块哈。这个老大上面。三块五。多少钱呢？三块五。哎，加上这个。两块，新鲜好些的叫辣子。是吧？对，以后你不出去，以后呢？他能搞，他能那。没呀，你要干，你要做三块，我吃不下。三块没事。确实不能，一块二角钱，管一块五。就那两块，那我们爸爸自己准备算哈。多少两块？没啥子嘛，这尾巴的酱碗是做啥？味道，但是味道是比较浓郁的。我们把这关上。这还是正常，他们先关一下。两块钱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好，准备。哦。两块啊，新鲜绿椒辣椒，几包入伙的辣椒，两块啊。来，二楼，老板。三块二的给我三块钱。哎呀！
需要一斤，外面一斤。辣子两块啊，鸡鸭城的绿椒辣子。两块钱。把辣子好些。两块两块的绿椒辣子，皮薄薄，新鲜好些。两块。五块四角八。管不管六块钱？管多。但是这两天我们涨涨成六点四的。五块钱一个还是到六点五？现在就涨了。十一块八，下个十六钱。皮薄五块，二块三角，二块四角钱。我昨天到三元馆新的面层去，今天八块是新的，晓得？他今天到面层去，我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起锅儿了，啊。老爸在吃饭，他们在开玩笑，旁边这个卖西瓜的姐姐在跟老爸开玩笑，都是熟人，都认识的，还剩一点点辣椒喽，没多少了。三块八加两块不是这都是两块钱一斤的，有的话可以吃成。两块吗？两块吗？一块五。一块。我太阳大晒。三块五。干嘛的？嗯，这是啥？没有啦。三斤辣椒。嗯。三十斤卖完了，剩一点了。来，就是吃。他当时要死了，没意思。茄子在给花上肥料了。老爸回来喽，剩了一点菜不卖了，那一点点。下午没什么人的，就早上那一阵儿。今早街上的西瓜好便宜啊，一块钱一斤，一块钱一斤，蛮便宜买的，通通一块。今年农作物都便宜，蔬菜、西瓜、水果都便宜。香瓜之前卖四块一斤、五块一斤的，现在十块钱四斤。李子两块一斤，桃子两块一斤，好便宜。鸭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皮。哦、妈妈，还扑到你，啥玩意儿？